分像这个中小企业网络大学校，您就只用关键字找比较快。好，但是老师要注意一下，你要用 IE。如果你用的是火狐或这个 Google 浏览器，它因为有那个一些元件不行，所以你必须要用 IE 才能够看哈。事实上，我现在很少用 IE 啦。好，那我们就直接打关键字哈。好，这样你就可以找到了哈。那么我们进来之后呢，这里您可以免费就加入他的这个会员哦。这个应该算是政府机关里面，就是投注在这种数位教育里面算目前最多的。那我先用我的先登录一下。他一样会帮各位做所谓的数位学习的记录，也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读过什么书，就是看过哪些内容，他上面都会帮您记录住哈。那么您在有登录的过程，你看我们左手边有没有发现他的东西不是只有电脑类的，包括财务金融、综合知识、科技类的，对不对？行销流通、人力资源上面都有。那么除了这种电脑类的教学以外，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像比如说老师 A 觉得说像自由软体也有一些哈、哦，那么数位应用的点进去里面就有很多，包括现在你看 Windows 7的网络概论，这都是视讯教学，你都可以直接进去看，好，都可以直接进去看，都免费的。那除了这个课程以外呢，您还可以看到这里它有所谓的书斋、哦、还有电子书跟线上演讲厅。线上演讲厅的话就是那个像我们比如说演习啊那个演讲啊或者是广播的演讲、哦、它会录一部分，就是把它录在上面。那书斋当然也没问题，别人帮你看书嘛、哦、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可能大家以后会有机会用到的叫电子书。电子书的部分，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去借过所谓电子书。电子书其实事实上蛮方便，是因为现在我们如果老师去图书馆借，比如说你看像要借这些周刊好了，你要借这些周刊，平常如果在图书馆，一般外面图书馆或学校图书馆，你要借到它也不太容易，对不对？因为大家蛮常看的嘛。好，所以你要在上面借，哎，就很快啊。那借一次借多久？24小时。就要吧，听到我们图书馆可能借就一个月，对不对？我们现在县市合并之后最长是一个月嘛。好，那这个的话你可以在线上直接借阅，直接看。好，确认借阅。那这里呢你必须要下载一下它的所谓的阅读器。好，阅读器。但是呢你下载完了之后呢，这些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都可以下载。有没有？很多齁。那它一样会有本数的限制啊，跟我们图书馆一样，因为要买那个电子版权。好，所以一样，比如说它会两本或三本，可是就是交替的时间会比较快。为什么？因为一个顶多你只能看24小时嘛，那所以轮流的时间就比较快。不然你去登记，我要排队预约，等你排到的时候，你也心中一个练习，对不对？所以你那时候想看，跟等到借到时候再来看，那就感觉不一样。好，所以这个你可以参考。不过呢，各位要注意一下。如果您是刚开始加入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借阅电子书的，因为它为了增加一些好玩、哦、所以呢它有分所谓的状元及第，这国文科老师从今天要来排队哎，因为它有分等级，好像玩游戏一样、哦、就是在这边你看有状元、榜眼、探花，对不对？嗯，大家一开始进去都是国丁，对，目无四边，你必须要富裕以上才行啊，好，富裕以上才能够就是借阅电子书。那它有等那个叫做等级哈，就是有点数，你可以看的什么，比如说我选了一课程就多少点，当例子累积上去哈。那我们这边是这个比较少，但是近视很多啊，对不对？我们这边有很多近视啊，戴着眼镜啊，近视很多啊，近代近视，近视不是这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它的点数的话呢，您看看哦。哎，如果您刚开始的时候呢，是零点，就是小于100的叫铂金，反正只要大于它就 OK 了。那么到底怎么样提升你的点数呢？这里有。好，你看你有加入会员就5点，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哦，一个学期都没有来要扣点哦，表示你不认真嘛，对不对齁、哦、所以你选一门课有没有读完没关系，选的就有2点。哎，有读完还有在点注，反正他是要鼓励你齁、哦、他是要鼓励我们，不用做榜眼嘛，也不用做探花，对不对，也不用做榜首。那你看你选读完一门课，就是他所有课程看完还有另外加8个。好、哦、那反正这些都没有关系，重点在于说我们有学到东西，就是多一个学习的资源。好，多一个学习的资源，好，这个是第一个您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的这个。那当然 Always 本身也有，好，微软本身它也有提供很多。另外像这个 K12 啊，在桃园嘛，好，它也有很多这个不错的资源可以给大家介绍的齁。那另外还有什么呢？差不多啦，因为其实网络上老师也可以找到很多嘛齁。所以我们大致上把这个我们简报的部分先跟大家重点回顾一下，就是第一个我们早上是用的简报范本，对，免费的，还有免费的图库，诶，就很好用啊。再来母片，好，你在制作的时候母片就是把相同格式的东西我都通通丢到母片里面去做就好了，请你千万不要在外面再一个一个改变。好，那还有像这个我们的超连结，对不对，很容易大家遇到超连结的问题啦，都是在那边去处理，页首页尾。再来就是跟简报播放的时候，简报播放的时候也许有个快速键，好，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的，哎，某一页要直接播放的，记得加 F5， 跳到哪一页，页数加 NN。 好，那另外呢，像我们还有介绍几个，对不对，小工具，好，让你去画屏幕上指定的。最后就是再加上这个简报怎么去分享，打包成光碟，好，封装成光碟，然后呢录影，大概是这些齁。好，那